下次你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对对，那个依照他那个在制这样子。啊，但你这个不是甲状腺的时候，有可能是气里面的，或是什么太弱太弱，或者是咳嗽别的东西啊。对啊，所以你在做的检查会比较好，还是在治疗上会比较安全。因为他那个透视了以后会很好，然后再评估说他怎么样的话再来评估。接着看539页，倒数三行这个送句哈，学一生亦六，练根非见道。那根据我们刚刚看完的这个送句呢，接着他要讲，有学位跟凡夫种性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有六种了？论里面云，我们在倒数第五行哈，539，先看前一个。
部分里面的讲到，为阿罗汉有六种种性，那为鱼呢，亦有六种种性吗？这个鱼就是说，阿罗汉以外还有哪一些？有学、凡夫，还有见到位。好，他们是不是有六种种性？好，假设有的话，好，设有，假设有的话呢，皆能练根、修炼根吗？好，问说这样的话，他们是不是都可以有练根呢？来完成。好，因为剩下的就是无学以外，还有有学、凡夫跟见道嘛。那特别就讲说，见道不是练根。练根这一见道，因为见道就是像禅宗讲的，它就是很慈心一刹那，不加思索分别心，在快速的一问一答你就要完成了。好，所以见道它也还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所以它没有办法用练根的。好，学，然后呢顿号一生，这个上句里面中间是有学位，还有呢一生是指一圣人而生的凡夫，一生指凡夫，就有学位跟凡夫啊一样有六种的种性，但是见到呢它比较特别，没有，它只是因为时间很短，它也没有办法由练根而成，会产生六种差异，是因为他们有练根上的差异嘛。就是除了种性有差异，在那个果位上也有差异，这是有部的说法。那在这个精量部是认为呢，会有六种差别，是因为定力啊的问题，都同样是阿罗汉，但是定力会进进退退，因为有时候你的定力比较好，有时候定力不好的时候啊，你就会产生不同的在阿罗汉。好，所以我们在倒数二行539页，有学与一生。种性皆有六，以因果六种，因果就是指阿罗汉，他的六种因有学一生，因为呢还有学一生种性也有六，因果有六种，然后呢这样子的情形，那我们就可以推知啊，有学跟一生的种性有六种，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前一个颂句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说。你正道是果跟你的出发心是有关的，对不对？是从种性退，如果你的种性已经有，那你来到果位是那个果位的时候，它通常就不会退了。所以出发心是很重要，如果你很有信心，道心恒心不退心啊，那你的果位必然很顺利的能够证得。那他这里讲说因为在有学跟一生的时候，它的也有六种种性，在我们的539倒数二行，故无学当中有六种，然于见道当中呢，必无六练根哈，因为见道时间很短，没有办法让你练根，也没有办法用这个思索的，所以就是要你前面的是第十六形象一直观到很熟了，那你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十六心啊，速度很快的时候，苦集灭道啊，你很快苦地集地灭地下的烦恼，一下子你就能够对治完成了。就是你要四地十六形象很熟练，你带十六心的速度，才会在一秒钟还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因为见道速集啊，无容其比，练根加行。然后翻过来540页这里。他就讲到说，从此第五名三退，就是要讲有三种退啊。那论里面呢就有提到了哈，另外这个没有关掉，它就不行。那我们先看课本好了，我看这个，我等一下把它调一下。
就是从此第五名三退论里面有契经，就是在阿含经里面有讲到我说哈，就是佛说由此所证四种真上心所，是我们四种根本净律或是圣洁的心所。然后呢，它有宪法乐处。好，那不过这个词呢，我上次讲是呢，我们的不动的阿罗汉，好，不动种性的阿罗汉，他呢，他所证的有四种的真上的心所，真上的心所。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是说，他的这个净律呢，能够有圣洁的心所，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随意有退。随便他其中一个，因为他有可能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其中有一个退的时候呢，他所得不动，好，就是说其中呢，不管他退的是哪一个，他的得到的这个阿罗汉不会呢被烦恼所扰动，自己的动呢是不会被烦恼扰动，好，然后呢他心解脱。身作证，好，所以他所得是也配合在一起讲说所得不动心解脱身作证啊，好，他就可以达到有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功夫。所以下面要讲说那一句话哈，我决定说无因缘从此等一下好了，念它比较慢。那我决定说无因缘从此退，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讲佛呢，他说这个我还是佛哈，决定说没有因缘让这个不动的阿罗汉退，他退的是他的其中这个定力以外，还有呢下面有三种退里面，好，但是这个退是好的，我们上次有提到它是以好的退，但是没办法出来，奇怪，重查，好，那我们只好先看课本了哈。圣里面讲因之退有三种，以得退、未得退跟受用退三者。那退里面有三个，他讲的是不动的阿罗汉，他有其中一个佛唯有最后，就是佛呢只有最后这个受用退，然后呢立根啊，立根的阿罗汉就是最后那个不动的阿罗汉呢，他是呢中间跟后面，那我们的中间是我们在第540页的进去第四行哈，它有三个，第一个是已得退，第二个是未得退，第三个是受用退。然后呢，这三个里面呢，中间跟后面就是未得退跟受用退。那立是指立根，立根阿罗汉呢，它有未得退跟受用退两个，然后已得退呢没有。好，因为以得退是退失以得的殊胜功德啊。好，那第二个呢是未得退是没有得到的殊胜功德呢，好，当然呢他就没有得到，只是呢在这个有部的说法，当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呢也叫做退，好，他也把它叫做退。然后第三个呢是受用退，就是以德的功德于受用的时候不现在前叫做退，好，
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功德了，在受用的时候呢，因为没有办法全部呢所有的功德一次都完全显现在前，那这样也叫做退，叫受用退，在受用上呢没有办法完全显现。那我们这个颂句就讲说，应该知道我们退里面有三种，是以德退、未得退、受用退。那佛呢只有最后这个受用退，然后立根的阿罗汉他有中间的这个未得退，还有受用退，中跟后。那最后那个顿三是指呢，顿根的阿罗汉呢，他就三个都有。班长，那个遥控器在，可不可以关掉再开一下，好不好？是你的机器先关起来吗？那个电源。他要等一下，那我们就继续看一下课本好了。好，然后呢，佛唯有最后的，佛只有后一个受用退，以具众德无容一时顿现前故。因为呢，刚刚讲所有佛的功德呢，可以呈现很多很多的受用的。他的得到的，因为功德的福报呢，能够让他受用很多。可是呢，他没有办法完全一次全部呢顿现前，完整的全部现出来。所以呢，以这个地方呢，他就有这个退存在，叫受用退。然后立根的阿罗汉呢，他有中间跟后面的问题，就是不动的。阿罗汉他有中跟后两个退，就是未得退跟受用退。以立根的缘故呢，他无以得退。好，他不会有以得退，因为他已经立根了，除非动根，他就有可能以得出来了。那他等一下，是不是？让他重新抓，重新启动，让他重新抓。电源就直接那个电脑的电源。他已经没抓到，这个没有办法。不是刚启动那个重新开机。重新开机啊？对。那我就。大费功夫了，好，那要不然我看我的时间是剩多少？好，重新开机，谢谢。我开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课本，540页里面呢，我们刚刚看到1246，好，接着呢，在这个地方呢，顿三。顿根呢就是退法等五个，好，顿根的话就是我们讲退法施法，安住法护法安住法堪达法，好，然后这五个呢具有三退，好，他们具有三退，然后经里面就讲到说不动法呢他退现法乐住，好。经缘不断法退现法乐住的时候呢，他对他的这个定力没有的时候，他就会有受用退的这个问题啊。好，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重新启动好了。所以从此呢，我们看一下哈，非余二退，最后那一句呢，它不是其他两种退。所以不动法的这个退宪法乐住的时候，它有一种就是受用退哈，它的退是受用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不是其他两个。
26，第八行这里。啊，从此第六名退果相。啊，接着呢就讲到是说，我们的这个阿罗汉他的果位呢，到底是不是会有退掉的这个情形？然后呢，在这个论里面讲，诸阿罗汉既许退果，会不会这个再受身为更生佛？好，在我们的倒数246，啊，第七行，他会不会再重新更生呢？会不会再去受身的意思啊？哈。我已经重新启动了，所以呢，他这边讲是说，他不会如果诸住果时所不做事呢，退时做佛。好，当他在那个果位的时候，他不做事情，退的时候他会不会有做？好的问题，问三个问题，对不对？第一个呢，他会不会受身？好，就是会不会再去轮回？第二个呢，他住果的时候他没有做的事情，退的时候会不会做？第二个问题。然后他已经回答说不会，何缘？为什么？哈，这个何缘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倒数第五行这个松句，他就讲说，因为呢一切从果退必得不命终啊，就是一切呢他从果退的时候呢，他很快呢又会回来，就是我们今天在前面复习的时候看到的啊，这个也是上礼拜给同学补充讲义啊，去李家他就是这个情形，果退的时候须臾必得，他必然很快呢就会得到了，好，无有命中而不得，啊，是没有说在命中的时候他还不会回到他原来的果位啊。若命中者呢，修犯行果。假设呢，他呢在命中的以后呢，修这个犯行的圣果了，不是降的时候，因非安稳，降呢就不安稳了，因为他又轮回去了嘛。啊，他意思说，你今天证到四果，然后你又怎么样，又还去受身轮回的话，所以呢，意思说这样子的话，你在命中你修的这个圣果犯行果就是圣果了，它因非安稳，就不是很稳定了，啊，不可靠的意思啊，啊，然后可以呢委信托，就是没有办法呢去委托，然后得到的这个相信的，啊，可以委信。处就是可以委托信任的地方，投影设定要去抓，好，要重复你，这个你要改，是不是这样子？啊，出来啊，谢谢。好，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刚好刚刚呢看到那一段文字哈，这一段文字就在这里啊，就是这个四种真相的这个定力啊，只要随意有退呢，佛说呢证到这样四种真相心所的意思，说你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证到这样的宪法乐处哈，你的殊胜心的三摩地呢，他不会因为随便哪一个都有可能呢会让你失去你的果位啊，所以呢随意有退所得不动啊，
任何一个退的话，你所得到的阿罗汉果位呢，不会动摇你的心解脱跟身作证。所以我决定说，师父决定说，无因缘从此退，没有因缘让你是在这个果位上有退。好，所以无因缘从此退是果位，但是定力上有退退进进，如何不动？阿罗汉他在退宪法乐处的时候呢，会有这个退呢，就是有这三个里面的受用退啊。好，那不要考，讲到这三个退呢，是只有你学了计色论才知道，原来退里面还有这么特别的啊。受用退就是说功德有了，是有功德，但是呢，你要受用的时候，你要送现钱嘛。所有功德呢，一下子都现前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功德现前的时候呢，那些功德，还有一些呢没有完全都展现出来的，这个叫受用退，就是功德的功能呢没有显现出来是受用退。那这个受用退呢，佛也有啊，佛不是一天到晚都可以把所有功德都显现出来，跟刚刚我们那个。不动阿罗汉呢，他有退宪法乐处的退呢，是指也是受用退，啊，他可能定力消失的时候，有一些他的那个功德性呢也会消失啊，好，所以佛也有，然后所以说呢，佛唯有最后，然后立根的阿罗汉就指我们这个不退的阿罗汉呢，他也是有两种，不过这里强调的退是指受用退哈，因为第一个。是以德退，他不可能，他是立根。第二个呢，未得退，他也没有得到啊，只是他用这个名相给他。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那个受用退啊，他证到了，他没有拿出来用。所以顿三呢，就是顿根呢的话呢，有三种，这三种退呢都有得到了还会退。那前面说过的容退是不是一定会退？可能会退。那么呢，从这个里面呢，三种退，我们知道呢，宪法乐住的退不是真的，啊，它只是不受用，就是功德没有受用而已。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呢，第一个以德退，这个应该很容易了解哈，就是你已经得到了，然后你却没有这个让它呢又消失哈，已经得到的啊。这个殊胜功德，这里有讲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外道比较有可能啊。外道的仙人他受国王的供养，他每天就从天上飞下来呢，日中一时也是被国王很恭敬的供养。那他飞下来的时候呢，他会国王会伸出他的手去接他，慢慢的就把他放到地上啊，这样子呢去应供，然后呢他吃好以后又怎么样？又把他呢送回这个啊送上去，送到他还是呢在另外一个平台上，然后他就飞上去了。啊，那有人就说哇，这个哈，就是说外道他们有这个飞的功能，这个外道他每天飞来飞去很自在，国王也很恭敬。有一天呢，国王有事情，他心里想着急，今天的午餐以前我也赶不回来，这仙人呢。来没有人接很麻烦，好像对不起他，很不恭敬，在那边烦恼的时候，刚好他女儿说，哎，我天天看你这样接啊，我知道怎么接，好，那我就帮你好了，好，我帮你接好了，你去办事。国王说你能接啊，他说怎么我不可以呢，我天天都有看到，手一伸就可以接下来了。好，结果那个仙人时间一到，国王女儿呢跟他的女父亲一样的方式，手一伸，然后他的脚不是放在那个手上吗？他碰到女人的手，他就起了邪念了，所以他开始呢下来吃好饭以后怎么样，飞不回去了。这一次呢，这个仙人他说，哎呀，我今天不想飞了哈，因为飞不回去，好，你们这个国家太繁荣富强了，我想看一看好了，所以呢平时飞来飞去太快了哈，所以今天慢慢走，就一步一步走回去。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叫做以德退，啊，他已经有殊胜功德法，但是他呢，这个应该也是定力消失了，所以他就飞不上去，因为
他心念的关系，让他的定力又消失。所以定力还很重要啊，就是你要保持的一些正知正念。然后第二个那个未得退，那个就没有什么功德，只是还没有得到功德的退啊，哈，没有得到殊胜功德的退。好，那受用退呢？就是他没有现在前面的时候退的，那佛呢只有最后这一个啊，因为呢他没有办法把万德具备的功德性呢全部呢在一刹那里面全部显现出来啊，那么呢有些没有显的就是呢我们讲的受用退啊，就是有这个一次可能只能某些现出来。在有部的里面讲，啊，佛也有受用退，啊，佛尚且有退，不动阿罗汉怎么会没有？当然也有啊，啊，那下面就立中后就是，有不退的阿罗汉，他有后面两个，以立根故呢，没有以得退，因为立根他不会，已经得到又退嘛。刚刚那个是外道的仙人，他的功夫可能就蛮浅的定力了。所以上面经上讲的四种根本真上心所，这一段文字就证明说是经量部所讲的比较准确，就是阿罗汉他的退是退禅定力，不是退果位。因为这个就在我们540页的第一行嘛，契经说的啊，我说由此所证四种真上心所现法乐处，随有退啊，所得不动，心解脱身作证。我决定说无因缘从此退，这个我的此佛决定说没有因缘让这个果位退。那如何不动的法的阿罗汉他会退现法乐处，就是受用退啊。我们这个上句里面讲到的三种里面呢，他是最后那个，所以定心所证的现法乐处就是会呢有一些功德性的不一样啊，这个好，那这个是讲说这里三个，就是第一个是得了功德会退，第二个呢没有得到的也叫做退，然后呢有一种是没有现前的啊，也叫退，叫受用退，这三种都会有，都会有是顿根的。我们讲的是顿根的，顿根的是这样子的情形。好，接着下面这个果相的部分哈，我们刚刚讲到第540页的倒数四行这里，好，一切的果退呢？都是呢须臾必得，就是很快又恢复的意思啊，没有命中而不得，没有说你已经离开人间还没有得到就会回到你原来。好，如果命中呢者呢修梵行果，他修这个清净的圣果呢应该不是呢应非安稳可以信托之处。好，如果命中者修这个应非，就是如果呢他不是安稳的时候可以委托信任之处。可是啊，这个因为古文字你要看到第一个若字，有看到若字啊，假如呢不是如此，命中者修梵行圣者应非安稳可以委任信托之处。意思说前面那一句话已经把这个整个阿罗汉呢到底会不会受身讲出来了，因为他既然证到阿罗汉，他们就不会去轮回受身了。他呢在即使这一生修行的时候呢，他的阿罗汉有退的时候，他须臾必得，就是很短的时间他回来，不会在命中的时候还不得啊。若命中者，假如呢不是前面所讲的这样的命中情形，那修这个梵行的果位应该是不安稳，可不是很可靠可以违信处。那意思说这样事果就好像还是
不够稳定，又助果位者手不作业。如果你在这个果位上，没有做的业是指业力哈，你在果位上没有造的这个业呢，于果退时，就是你在中间可能有进进退，有一段时间你退了一个的时候呢，你还是不会做哈，于果退时，惭愧真故，因为有惭愧心，的关系，所以你还是不会去做，意必不造，也不会去做这些业力啊。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修行正四果的时候，不会造的这些恶业，即使你呢暂时有退了，你也不会去做那些错误的行为啊，因为你有惭愧真上心的缘故，意必不造。就像那个壮士啊，哈，他这一讲就是，力气很大的，身体很健康的一个人呢，他跌倒以后，他马上就爬起来。那他把他比喻呢，阿罗汉就像壮士。如果一个身体虚弱的老人，他可能行动不方，他可能跌倒就要很久才爬起来。所以那个壮士形容，这个修行的人他已经修到这个阿罗汉的所以他的信心道心业都很强的时候，他不会呢回去造恶业。就像这个众士，他虽然觉就是跌倒了，也不会扶呢就不会倒下来，虽然他摔倒了，但是他不会就倒在地上不起来啊，他就很快在爬起来的意思，好，那用这个比喻。好，那这里呢，就是跟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论文呢有相关。这个退呢，就是说，刚好你可能没有定力的失去正念啊。那你失去这个正念的时候，不是真正全部的功德都失掉，所以呢，在命中以前决定你会回来你原来的果位，好，必得就是必定会得到，好，助果所不为，好，就是你在这个果位上呢不做的事情，因为也有惭愧心增长，好，惭愧心的关系，所以呢。即使退了你也不会做，本来阿罗汉不做的事情退了之后他也不会做，那么就是不会堕落。所以解释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课本看到这些内容。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那个屈底迦呢，他就是因为有部的这个观念，他知道说他即使呢七次第六次的退了以后，到第七次他怕回到原来的这个阿罗汉果位，他怕自己又失去，所以他赶快呢就自我了断了，就是因为他知道在命中以前呢他会回来，无有命中而不得。那本身他当然也要有这个功夫，然后他有这样的见地观念才有办法。那我们还有那一句，就是说若命中修犯行果，你修犯行这个果呢是靠不住不安稳还是会退的话，这个就不可相信了所以他这边有一个若字在第一个字倒数四行，若命中者这样子就假设不是这样的话就变成不安稳了，假设不是我们前面讲的在命中前回来的话，那这样这个修的果位就不安稳了，不是你可以信任可靠的。所以他这边下面是反面来说假设不是前面这样的情形就变成不是你可以去相信了。好，看一下时间，48分啊。那我看一下我的投影片。
上面呢是讲到有学跟无学的练根的情形。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完那个颂句里面的比较重要的观念，就是修行的人不要害怕，即使你有退，他还是不会退到命中未回复原修正的果位啊。好，他当然讲的是指，比较从有学位开始就是这样，有部就这样认定哦，不是光阿罗汉哦，我们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是这样的情形。阿罗汉呢，他当然不会再轮回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会不会受身，是不会的嘛，哈，不管果他就不会再来遇劫了。而且在果上呢，他不做的事情，暂时退受，他也不会做这些事情，他还是有保证，好，所以不会再造业的，好，不会再造业，因为不受后有了嘛。好，那我们接着看一下下面好了，剩几分钟，十一分钟、哦。他的问题看完好了，我的540页倒数二行，从此第七的明练根的不同，好，就是你去我们从前面一直到现在一看，就是说，你从有学位一直要一直练习呢，磨练啊你的根性。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无漏，所以练根指的是无漏的智慧啊，你还是要不断的去磨练，从有学位一直到无学位，然后无学位里面又有六种阿罗汉，这些都是要练根的。那所以呢，有学跟无学都有练根的情形，好，就代表我们要不断的一直呢在磨练，让你从立根动根变立根，从下根变中根，中根再变上根，所以有练根的时候的有学跟无学，正练根的时候各起无间各有几个解脱道，好，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在练根的时候呢，我们前面有这个九个解脱跟九个这个无间将解脱是第一个问题。然后何性所摄，第二个问题是说，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是有漏还是无漏？第三个何所依，就说第三个问题是他们所依的是什么样一个界，哪一界，哦，就是我们有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依什么样的禅定修上去的，哦，那上去呢我倒大概讲一下541页里面第一个问题呢，答案就在我们的第一跟第二句啊，几个无间几个解脱，啊，他说有学跟无学正练根的时候，练根的时候无学位有九个无间跟九个解脱，这是回答有无学位。那如果呢这样是因为呢他们要长久时间的练习的缘故啊，久习故，长久时间的练习，因为这边九个无间跟九个解脱呢，是当你来到无学位，你要断的修或要断掉什么呀？欲界的跟上二界全部要断。然后呢，这时候有九地，啊，那每一地有九品的修或啊，所以呢，他用九来代替，就是每一地有九个无间跟九个解脱，所以呢，修或用很长的时间呢，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才断完九习故。然后学医这边呢要用个顿号，学医，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有学位里面的部分的话呢，尤其这边有学位里面最主要对峙的是见惑，好，见惑，然后呢
它就是一个无间一个线通，这个一是指一个无间一个线通，因为前面有无间跟线通，它就不再重复了。学是一无间跟线通，那因为它的最主要是见到，见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断的见或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没有错。可是呢，每一界下面的苦集灭道。那苦定下也是一个无间跟解脱，极定下也是一个无间跟解脱，它就时间很短，就不会像前面那个九无间跟九解脱那么长的时间。然后无漏是他们的性，他们呢都有学无学，都是念根都是要靠有无漏的这个智慧。然后在无漏，然后一人三。如果你是一人间来修行练根的话呢，是三周，除掉北俱泸州，因为北俱泸州那边福报很好，不会修行也不会练根，练根是指修行来讲。然后如果是无学一九地，无学位的练根呢，他就要九地的禅定。这个九地的禅定我们前面都一直看过了，就是位置中间四禅还有三无色。然后有学但一流，一哪六地去练根呢？有学的话就是除掉刚刚的这个九地，再除掉三个，除掉三无色，就只有六个。好，那他们都是因为你要一直往前嘛，你要舍掉你正的果位跟圣果道，所以果跟圣果中间请有用个顿号，舍掉你已经之前正得的果位，还有呢。圣果道是向往哪个方向的向道？啊，唯得果道故。啊，因为呢，这个圣炼根目的就是要得果。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得果，它不是要向道，所以你要往前嘛，那你要把之前的那个果，舍掉，然后你要舍掉向道。那因为你是只是要正果，所以唯得果道故。这个上句里面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在第一句第二句跟第三句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然后和性呢在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在我们的第三句的前两个字无漏。然后呢一人三和所依呢就成我们的第四句的一人三，后面无学一九地，有学但一六。好，这是第三个问题。好，然后人舍果圣果道，唯得果道故。好，这个是后面的总结来讲，大概就是这个诵句的情形。好，那我们今天就站到这里，一起回向，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好，各位同学，看我做这个回向。阿弥陀佛。